Thank you.
这个今天的这个比赛的分享的时候，遇到的问题以及一些记录，我怎么喜欢上的，非常麻烦大家了解。然后，对，我们现在就是经常是有个人过来，也回忆这个历史的这个过程，这个情况在做什么，但是我们也想听。所以呢，在之前我听到，然后我就，然后就是。
喝酒了吗？提醒各位朋友一件事情，好吧，喝车不开酒，开酒别喝车。
Thank you.
他那边。那你往那里去啊？我肯定不能去。
这些其他人物他本身的设计的，或者是在这个房子的优势，他想要留下的故事，谁还没有几个故事？我没有家，但我有个住址。Ready?
然后今天的节目，然后我跟你说，谢谢你的。